摆好妙哦。运动吗？哇！右边，哎呀，右边。右边灭火器上去。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会有访问吗？会，因为我有很多话要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你前方，往右手边。好像没说话呢。右手边，来这边，来看这边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是怎么想？右手边，怎样吧？好，在这边啊。对啊，左边上面。OK 吗？知道，我开始说了哦。我要对郑中心说，别爱我，因为我对他的爱不许人占有。还有，最爱的人不是你 ，Ronald，but 忍不住爱上你。阿基基，我的阿基基，我今天盛装出席，而且我昨天才从吉本飞回来，为什么？为的就是要看你的演唱会。我减少了维汀的假期。我儿子才舍不得回来，我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我的阿基基，我要去看演唱会了，耶！拜拜。就这样。我说完了。哦，我只是说我有话要说，又没有说要给你们问问题。故意弄你，上次弄我。有没有想听哪一首歌？最爱的人不是你，却忍不住爱上你。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今天没有，今天啊，好啊好啊，他如果邀我的话，我就一定上去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个还有那个还有妹妹，不是你听我讲完。你可以参加。不是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刚好复习，奇怪怎么突然忘，人老了，绝口不提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，多爱他我多爱他。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别假装你还在。我真的把他当，我真的很喜欢。这很重要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那东西，我要他 surprise me， 我的阿基基。我的爱机比较旧的歌，那比较新一点，吴赖会唱吗？别爱上我，我这种怪胎。吴赖是广东版的啦，中文版的还怪胎的啦，知不知道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跟喜欢郑中基的人会不会稍微年纪长一点？你这样会不会透露你的年纪？不会啊。我觉得 Ronald 是新世代的偶像，在我心中他是我永远的偶像。还说这些歌都是你爸妈放给你听，你才会听。爸妈，我爸妈放的是蔡琴的歌。最后一夜。今天是抛家弃子来到郑中基演唱会。没有啦，我老公还是有来。老公，至少还没来。老公一直有提醒我说，你老公在你眼前，不是台上那个。他有一直提醒我，因为我刚刚盛装出席，我还特地化妆打扮，穿那么漂亮。因为我就说太好，我要去见我老公。然后我老公说你老公在这里，他一直不停地提起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今天要稍微羞夸收敛一点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每个礼拜这样进出小巨蛋，真的是你的好。哦，对啊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因为就是有很多很棒的歌手嘛，对不对？而且 Ronald 郑中基第一次在台小巨蛋嘛，很久没有，对对对。对，我真的太想看他演唱会了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他的歌哦。嗯，我爱你哦 ，Ronald， 是不是有别的来宾来了？哎，我们只帮你。哦，没有，谢谢谢谢，是吗？太快了。好啦，我进去了，拜拜。没话要说了，没话了啊！记得帮我放一些漂亮的照片，谢谢。嗨嗨 ，Ella 怎么放都漂亮，谢谢，最漂亮了。会说话，怎么样啊？看到我都特别开心吧？